甲科这个要怎么念？通常这个会翻译成什么？啊？那现在已经不流行了啊，就是那个青春浪漫吸血鬼，大家知道我在讲什么？青春浪漫吸血鬼，我本来要讲吸尿片会不会被揍？青春浪漫吸血鬼吸血片，里面不是有一个人一开始训训的头发长长的，后来不知道到第三集还是第几集，整个 man 起来了，你不要惹他，跑一跑会变一头狼，是不是那一个人？他是不是叫这个名字？有没有发现？啊，我们很少会翻成甲科哈、哦，是不是都翻成？对啊，你有没有发现？不同时代对一样的英文翻译出来是不一样的，所以你现在记得你现在学的是雅歌，看看你长大以后它会再变成什么，所以这个蛮有意思的，好，Jacob。